算是赚第二胎的奶粉钱。你说我吗？就提前赚。我第二胎？对啊，你之前不是说还想再生？没有，不要，这个不要开玩笑，这个老婆看了会生气。好像想生，对不对？有一些妈妈他们会像左左就想要生第二胎啊。对，他说他已经开机了。对啊，已经开机了。你是老婆警告你，对不对？我的老婆说，她说我们就一个，她说一个已经很辛苦，那的确很辛苦。她是用什么语气的？不是我这个语气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个年代带小孩，其实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。以前好像爸爸妈都可以生三四个，然后就随便放养这样。那像我们要注重很多东西，要注重他要念哪念什么，后面要念什么学校啊。现在爸妈都已经开始讨论，才幼稚园而已，然后已经在讨论后面要学区，对学区什么的，所以。我觉得每一个过程都是有一点点压力了，所以有生二胎到三胎的这些我认识的朋友们，我都觉得真的是有勇气，太棒了。那现在做事情就要很小心，做事情，你说洞房这种，比较少会在做这样事情。对，目前对比较少会。太太会哦，这样帮他讲好像有点不太对。太太会尽量避免。你说避免你对避免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很多就算做了防护措施，就听到很多的故事，就是对做了防护措施，然后还是怀孕的。对，那其实我太太她，我们都有一点年纪了，我们都是生小孩都已经38岁，现在都40岁了。那我自己也我很疼我太太了，对啊，我也不希望，因为看到第一次的过程的时候，我对女性是因为就是整个过程看，我没有看，通常人家说不要看，陪的过程，你就是在妈妈就头这边的人，没有我没看的，我没看他没有在外面，对，我在外面，哦，你没进去啊？不是他叫你不要进去，是不是？那时候疫情，啊、哦，疫情宝宝都医院那时候管得非常的严格，对啊，所以我就对女性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是，可能我自己妈妈，我以前都你知道吗？对妈妈跟太太，自己的太太怀孕生小孩之后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很不容易啊，对啊，然后这样忍得住，你说我忍住，你可能靠运动发泄是不是吗？在这个就是你需要发泄，就生理，对，到了我这个年纪也还好啦，对啊，还好啦。